卢森堡国、卢森堡市、卢森堡郡、卢森堡堡，对，都是它。它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之一，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安全、最富有的国家。在这儿乘坐所有公共交通都不需要买票，所以您所在的地区暂不提供优步服务。一天的时间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把这个城市逛完。阿道夫桥架在佩特罗斯大峡谷上，沿着伯克要塞慢慢往下走。千宝之国映入眼帘，美吧，跟童话似的。这个风景走廊被誉为欧洲最美的阳台，你听。欧洲哪有缺教堂的地方呢？这是圣母主教堂。这个玫瑰花窗里的圣经故事，你能看懂几个？卢森堡大公国的大公就住在这个大公宫殿里，在对面巧克力屋挑个位置坐下，喝着热牛奶看禁卫军换岗，齐步走。春天来是绿油油的，秋天来就是金灿灿的了。我是雪儿，我们下次再一起玩。